提醒各位看影片的朋友们，洗钱防治需要你支持，金融秩序安全有保障，台湾金流透明，世界好评。我拜托你们想一想，动点大脑。我一直说宣传宣传，你这快，哼！哦，叫你po脸书的那个宣传资讯，你po了吗？po了。你po在哪？屁！我po脸书。脸书哪里？我没看到。我po小号。你po小号要干嘛了？是谁要看你的小号啊？哼！你不觉得他很天才吗？要不要赚钱？要不要赚钱？要不要赚钱？要嘛，就是要赚钱，你们才会在这嘛。那公司就是要赚钱，所以才请你们啊。你们来就是上班啊，上班就是因为要赚钱，所以要有客人，这是一个循环的道理。社会是需要金流的生态，这是一个循环，一个 circle。人家是客人比较多，客人比员工还多，我们是员工还比客人还多。你们一定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啰嗦的老板，我就跟你们很严格吗？我没有啊，我也想要很亲民，大家很美式，每天在那边玩啊。啊，不然这样好，我开一个包厢，大家里面爽啊，我们全部一起唱歌啊，每天来开趴，要不要？来啊，来唱。我蔡总突然干不？哪个店长？经营一家店，首先你要学会怎么对你的员工好，对你的员工好，你的员工就会对客人好，客人觉得好，他就会再回来对我们好，这就是一个 circle。我这个月有达标哎，你们有达标吗？要不要去唱歌？我没有达标，我也没有，就算达标也不能去唱啊。嗯，对啊。鬼店长，我没有达标了。没事，你既然有达标了，那就去唱吧。就唱吧，还敢唱？都什么时候了？你们羞耻心！我要是你们，我不敢唱我不敢拿起那支麦克风你们知道现在整个走廊全空就听你们两个人的歌声。我对你们这么好，我该达标的我都给你们啊，唱得很开心嘛。人家说这个社会是互相的，你给这个世界多少，这世界回馈你多少。我一直给你，你没有给我吗？你只觉得说我空降，对我空降。可是我很努力啊，你没有看到吗？我要是你们，我就不敢唱了。怎么办啊？我们还有半小时。啊，既然他都已经生气，我们也不能讲任何事情啊，不然我们就。我有时候觉得店长其实讲的有点道理啊，就是业绩生意不好，也没有资格在那边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来唱歌嘛。那就是 Scale 有时候都会耍一些小聪明，我有时候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 Angry 店长都会很生气。不过有时候 Angry 店长生气起来蛮帅的，他西装裤又很紧。我本身是那种很热心的个性，所以我很喜欢做服务业。我从大学就做到现在，我每个客人我都会尽全力的去服务。我给的不只是服务。打扰喽，小姐，我跟你说，你点的歌都不是你的音域，你的音是属于中低音的，所以我等一下要去后台帮你把所有高音的歌我都把它删掉，这样你唱的比较舒服，也比较好听，今天才会开心，这样好吗？太扯了吧！打扰喽。各位。是做错了嘛？来，让我教你。我一起一起。对，还有其他问题吗？好，谢谢。祝各位欢唱愉快。十年的我在最后。
弄痛了啦！哦，流血了啦！3201清洁换茶水，3201清洁换茶水。我们 KTV 都有个术语，换茶水代表客人在里面坏坏。哎，等一下，贺子，你确定？哎，吴店长，我确定。我很忙，拜托，知道不要再浪费我时间了。一起。好，走。好，1、2、3，打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扰客人挤痘痘。那我们这边帮你送个水，不好意思。那卫生纸还够吗？要不要再多一点卫生纸，这样会比较？够了。如果还需要什么服务的话，再帮我们按一下服务铃。贺姐，来我办公室。鸡婆跟热心是一线之隔啊！算了，不要这样讲他好了。我再一次，对不起。危言耸听跟求好心切，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很好。算了算了，总之啊，他的话不能信。Scare， 我提醒几次了，你怎么还没去开户？为什么？因为他们那边的人都一直为难我啊。到底是他们那边的人为难你，还是你在为难你自己？我真的搞不懂。我提醒你很多次了，今天会计那边又跟我讲说你没有去开户，然后要扣什么手续费很麻烦。对，没有错，虽然是从你的薪水里面扣，但是你知道吗？会计等于多一件事情要做，他多一个东西要记，就等于多一个流程，多一个东西，有个东西多的，就一个东西卡在那边啊。算了，以你的会客你听不懂，我举给你听。想现在有三支笔啦，啊，大家的笔呢，我都是直接这样子插进去就好了。啊，你的呢，我就要放到这里，然后再插进去。我等于是多一个流程，就是要放到这里啊，再插进去。啊，其他的我就直接插。啊，你的就是要放啊。再插啊？为什么要多一个东西在中间？为什么要卡在那个东西？你就是多一个东西在那边，我也很为难。我一直在保你，我会为了你跟工读生跟会计吵架吗？不会啊！你站在我立场想，你有站在我立场想吗？会计应该不是因为这件事觉得麻烦吧？是啦，啊，但是吼，他麻烦我啊，我就麻烦你啊，就是有东西卡在那，你懂我意思吗 ？Scale， 就办一办吧。我就真的觉得他在为难我啊，银行就是在为难我啊，然后他就觉得我在为难他啊。那正常来说应该是他在为难我吧？老实说，因为银行为难我嘛，他就觉得我在为难他。那不是啊，其实是会计为难他。那会计为难他，他又把这个为难他的事情丢到我身上，说我在为难他。你说到底是谁在为难谁？基本上我觉得两边都有问题，但你这边有问题偏大。而且我觉得现在是我比较为难，我有开户，但是我进去陪你一起被骂。我只要跟着你，我就会被骂。我真的很为难。干嘛不去开户啊？不是啦，银行人员正在刁难我啦。银行人员哪会刁难你啊？哦，真的啦，他就一直问一堆问题，然后又说什么我资料带不够，又要什么公司的工作证明什么之类的，他就是在刁难我，就是不让我开啊。哦，银行是怕你受骗，被当人头，成为犯罪集团的洗钱账户。银行如果没有做好审查，也会被受罚。你只要配合点带证件，有公司的背书，银行就知道你是真的有在上班，他就会给你办了嘛。啊，好了，之后再说啦。之后再说，明天就周五了，老板就说这礼拜要办好了。哎呀，你在紧张什么啦？就说之后再讲啦。我谁？我工读生哎，我跟你讲，现在是我要开除老板，不是老板要开除我哎。我有谁来找？劳基法来找我哎，傻傻的。我是新来的工读生。我跟你讲啊，我工作从没怕过，都是我在辞退老板的，没有老板在辞退我的。工读生呢，我是新来的工读生呢，我说走就走哎。他们需要什么？需要工读生嘛？安古店长，对不起，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安古店长，对不起，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不了你们了，你知道吗？我这次真的保不了你们了。好，可是我有开户哎，工读跟会计，我当然选会计。我真的有开户哈，我傻眼，我真傻爆眼。店长，我发现汪宇跟快在谈恋爱。好哦，祝福他们。不是，是公司规定不能谈恋爱，他们每次都同进同出的。对耶。呵，那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业绩啊，都比分店还要再烂，所以我们要不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业绩上面？因为毕竟你不是来征信社上班，这边是 KTV。我觉得我在公司算是蛮被重用的，可能从小个性使然吧，我就很喜欢观察事情，所以我很多事情都会去跟 Angry 店长讲。可能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也特别喜欢我。好开心，我们一起上班。真的，哎，走走走，毛巾要拿，等我一下。快来了，白痴哦！
跟你说，他就真的很棒。不过我真想骗你，好不好？怎么可能？人家能好的。你小心点，我就知道。烦了，闹人这样吐的，好臭。那鞋店我要去。我不要，我今天早班呢。我晚班你等我啦。我就是不想等你，没有用。哦，我也想逛那鞋店，我一个人逛很尴尬啦。等你我就买不到那鞋了，自己跟 Angry 请假。乱请啊！我知道会有在跟踪我，我跟他就不可能啊，为什么一定要喜欢我呢？明眼的人都知道你是弯的，不是直的。我怀疑他应该是在嫉妒我长得比较漂亮。不可能吧？我觉得他问题很大。对的，他问题是很大，但是应该是因为喜欢我的缘故吧？不是，他真的是因为在吃我醋。我们私下瞧一下，不好意思。不是因为不论长相。你干什么笑那么开心？我告诉你，每一个工作都是下一个工作的跳板，没有错吧？嗯。走，我们去提离职。我做得好好的，干嘛离职？我告诉你，里面这个包厢都是大老板。刚刚他告诉我说他们的工作轻松，然后钱一定都比这多超多的。刚刚我看他们桌上一整排都是宾士车的钥匙。宾士车的钥匙？你确定你看到不是宾士的赖的？那两个钥匙我也分不出来，还讲什么屁话？告诉你，你这个烂工作要做到什么时候？难道你要做到你小孩子长大之后，你要跟他说，哎，儿子啊，来老婆 KTV 唱歌吧？你这样讲就会笑死人呢。什么笑死人啊？就算在这边做到变正职，有什么好意思哦？干嘛贬低自己？不是贬低自己，人要跳出舒适圈，好不好？不然我们去试试看啊，说不定我们那边做的不好，可以回来啊。哎，不用。哎，不然这样子，我们去跟老板提离职，跟人家讲说刚刚有人挖角我们，然后他一定会用极高的薪水把我们留下来。哎，你这个激将法好哎，有劲。你跟我模型好吗？我跟你讲，在众多的攻读生里面，如何出众，就是要用一点手法来抬高自己身价。对， hold 住自己的行情，用核心把它 hold 住。核心关核心屁事啊，那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那是诈骗的车手啦，他们啊会叫你到提款机提款，或者是啊运送非法金钱。你们听那个啊，还不推一下我新推出的现金票。我现在呢推出这个现金票啊，就是客人花1000元可以唱2000。我真的很有行销头脑，我怎么会这么聪明呢？店长又在抄袭别家分店的行销。平常不是浪浪说要什么奖金吗？要多赚一点吗？你们的大好机会来了，推这个，我给你们400-500块奖金，没问题。重点是啊，如果你们自己想要的话，我给你们6折，原购。店长，我们真的已经决定了。店长，我们一定会好好推这个现金票的，请你相信我们。谢谢店长。谢谢店长。走，我们去推现金票。哎，干嘛？不是要离职吗？你干嘛？哦，我们发财了啦！什么啦？我告诉你，老板不是有在卖券吗？一张券不是1000块钱吗？他愿意用6折卖给我们，而且我们卖出一张啊，会赚个奖金400-500块钱吧？那我们是不是用600块买的话，我赚了400块，我虽然还倒赔200块，不过我只要卖给客人500块，我们一张出来就赚了300块。哎，那如果我卖客人1000，那我就赚800。哎，发了啦！这个会中啦！哎，要买要买要买！包起来，包鬼！对我来说，人就是要当斜杠青年呐。斜杠。斜杠，人就是要斜杠，因为发财机会就在你面前，这时候就要赶快出手把它抓住。我就是大胆，我是这种个性的人，是吧？对对对，你刚念对对杠。哎，古店长， hey. 我跟你说，楼梯口那边聚集很多流氓，好恐怖哦。那要怎样？没有，他们每个人都拿棍棒，好像要打架了，准备要打起来了。呵，你不要弄我好不好？拜托，我很忙。不是，我每天在忙一些店家的事情。哎，店长是真的，他们每个人那只都很长，恐怖。你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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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是人命的问题，我绝对相信你一次哦。好，快点，快点来。真的，我就没骗你啊。那现在怎么办？你是店长才知道怎么办啦。但是不能闹事啊。对啊，去劝架。好，各位冷静，拜托不要。吃甘蔗。哎，对，店长，这样怎么了？怎么了？赫子，等下来我办公室。是。你们挡到店门口了，吃完就赶快回去上班。嗯。等下帮我留一只。好。赫，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解决问题。但我们可能制造更多的问题，
你知道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怎么会有这么大只的甘蔗？ Smile 还有 Scale 是我们本月现金票卖最好的，一次卖出200张，鼓掌。店长，你不是说卖出一张现金票就有大概400-500块的奖金吗？哦，有啊，你是用原购买的嘛，所以一张600啊。干什么东西？他带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什么这样子？是你们才这样子吧？做点心虚。我们哪有做点心虚？我们哪有怎样？没有，你们就是要怎样？我们没有啊。什么？那找到客人啊？店长偷拍我们啦！完全没有事，可以回去上班了，谢谢。如果要我讲出来的话，你们两个会很难堪哦。有什么好难堪的？我们又没怎样。你讲看看啊。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有牛肉吗？已经有 beef 了吗？我说他们两个在谈恋爱。哎呦，他跟他不会谈恋爱。你是认真吗 ，Her？ 你是认真的吗？你不要再装了啦！她是我姐妹，不可能。她真的是她姐妹，你不知道？对，全公司是不是只有你不知道？真的很过分。我以为你只是比较娘而已耶。OK， 23分。不好意思，你们有人在意本公司的业绩一直在下滑，而且重点是大家可以多跟 Smile 还有 Scale 学学，好不好？不用跟我们学，我非常后悔卖我们公司的票。啊？你在说什么？我非常后悔卖我们公司的票。为什么？你要是你跟我说买一张票，我就用4-5块奖金。我只有用钱买了100块，我只卖给个人500块，我都亏100块，我根本就是拐点又骗人，讲话都骗。好，你先不要哭，因为我一句都听不懂，你再讲一次。姐姐在用我们自己的钱，然后我们用600块来买，我卖个人500块就赔100块。我也是没，因为你撒谎，撒奖金我没有奖金。你们花自己的钱买，你自己做的。当一群不成熟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就需要我们这种成熟人站出来讲一些激励人心的话。人类是需要演讲的。大家出来工作，不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要赚钱。我也想赚钱，公司想赚钱，大目的是一样的。谁不想赚钱？至少多数人想赚钱吧，对不对？对吧？你这是太闲，才会整天搞那些有的没有的，不是这样子的吗？有时候我们就是沟通团队。就团结嘛，你们一个一个讲出来，我一个一个亲自解决。来讲，我那个票没那么多钱，我现在都很赔，我根本就票的钱呢，我再退给你。好，来达标之后，我跟你都不能唱歌。来达标之后呢，都可以唱歌。好，来，还有，哎呦，我们自己支付的钱都是自己。不要说，今天这张脸，大家没完没了，好不好？我们不要坐地起程。好啊，都解决。那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嘛，对不对？好，没了。不然这样好，我请各位吃饭哈。那有什么不愉快的，我们就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就聊天嘛，把它讲出来好不好？我一起吃，然后时间照算。好，就知道你们店长走了啦。狗屁，给一点糖吃就开心成这样。你说这些小孩子是很可爱，我跟你说啦，我就直接给他情绪勒索啊，他就照着我的意思走了。哼，你说这些大人是不是很可爱？还不是因为有我，所以 Angry 店长才请大家吃饭，所以公司就是需要有我这样子的人，这样大家才有福利啊。啊，整件事就是因为我的外形太过出众，然后才会搞成这样。现在好啦，大家都有饭吃啊，店长请客啦。没有 Cry Baby， 他真的是因为在吃我的醋。那个煎搭尽量吃，全部算公司的，公司招待尽量吃啊。那个 Scale， 你去厨房刚刚说再炸两盘薯条出来啊，看要不要就是那个彭大也再一壶，奶茶再补一壶好了。那个二楼需要支援，好收到收到。那个 Her 去二楼支援一下啊，等一下问一下他们要不要卤锅来吃啊，问厨房要不要吃哎、欸。那个 Smile，
帮我点十年的我。哦，好。这首歌最近超好听的。我先唱。哎，对对对，来来，哎，开始啊，来来，这句我会。日子数来不过三四千，是否梦已实现？人林有声音写着诗篇，就怕输给时间。唱如果一开始所说的，经营一家店，首先你要知道怎么对你的员工好，你的员工就会对客人好，客人觉得好，就会回来对我们好，这就是一个 circle。 大家注意哦，如果你有需要到银行去开立个人新账户，因应客户审查机制，银行行员都会要求准备双证件，也会请你说明开户的目的及用途，避免你成为人头账户，避免你成为犯罪集团洗钱的工具。所以请大家配合啦，不要为难银行行员哦。另外，好康的一定要小心，别以为赚到，犯罪集团为了洗钱会利用年轻的朋友们，以高额的奖金来诱惑你们，让你们以为可以爽爽赚。但这些都是犯罪行为，大家切记要小心，千万不要加入犯罪组织当洗钱车手，成为洗钱的帮凶。